哎呦，你竟然把他们石化了！对啊，我也来石化你们。被我射过去了，被我射过去了，被我射过去的，对，是被你射过去的。哦，所以我不能随便乱开枪就对了。不是，你不能随便乱蹦，你用他们蹦过去就都飞下去了。哎呦，这个好耐命哦！有有有，我还在处理这两只。呀、yeah ，这只好硬哦！砍了我一刀。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强啊？因为他们是重装甲的。好了好了，打完了打完了。耶！打完了。这就是第一关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就是第一关。然后会得到东西，得到两个骷髅头，可以去升级我的东西嘛？嗯，升级我的装备。你可以买新装备，你也可以升级。哦，他要六个才可以再升级。买新装备是怎样？譬如说，有越来越强的装备是不是？譬如说，对，你看他骷髅头大概多少，然后你如果买得起，你就可以买。哦，我看有没有新武器，要14个骷髅头哎、欸。那个戒指到底好不好用啊？那个戒指我一直没有什么用过哎、欸，它就是把它传送啊，嗯。哦，好了，先不要用好了，先不花啊，存起来。那我们要按绿地吗？然后接下来就下一关了。哦，是要下一关嘞、欸。然后下一关会有两个出口，就是它会有两个地方开始在生那个兽人。两个地方生兽人。嗯。感觉好像不是很容易咯。啊，这有天花板哦，你可以带天花板。我们现在可以按 B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带天花板。对，如果你想带天花板的话，有有有，带一个天花板。带一个天花板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天花板的好贵哦。喂，差一个天花板，哎，差两个就没钱了。一开始是先从你那边升吗？对，因为这边你有看到右上的小地图有一个黄色爆裂。那我应该要先卖掉，去你那边放才对。对，先在这边，先来这边。好好好，我卖掉了，我去你那边放。然后我等一下我从这边来。来来来，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就是酸酸的东东。喷酸酸的吗？对，喷酸酸的。哎，那我要放慢慢的，可以把这个卖掉，让我放慢慢的吗？哪一个？这个喷酸酸的，酸酸会严肃吗、啊？不会吗？它会就是把那个烧，就是酸掉啊。欸、这个啦，严肃，酸酸很严肃，雕妈咖放这。酸酸很严肃。我没有钱放雕妈咖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交给你了。没关系，没看一下，你说这个红色的是改变矿车方向是不是？对，欸、现在的话有、欸、让它保持在这边就好了。对，这边没错，没错，这里。我躲在你后面，好，偷打19，好 ，OK， 那要开始喽，要开始喽，按下去喽，开始喽，啊，双双很严肃，双双不要严肃，双双不要严肃，好不好？别亮，哇，那你严肃了，放轻松，啊，记得要帮我分人，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，乖。我来打一下啦！哦，哇哦！给我死！兽人必须死啊！这一款游戏的真谛非常的简单了，明了。就是兽人不可以活下来，能活下来都是公。能活下来的都是什么？女王是不是？都是公啊，不是兽。19女王，你活下来了。接下来就是换右边的。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有趣啊？就跟你一样啊，也不是换成杰克南瓜。对啊。啊，我换成富兰克林啊。富兰克林，你有投资一定有风险吗？
这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猴子一定有。这边这边，等一下出就这边而已。我先，我把矿车转向了，转出右边，所以你可以先把左边的东西先拆掉。把左边的先拆掉。没钱啦，没钱啦。哎，可以先拆左边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跳到下面来了。爬上来就好了。拆左边的，你都拆过来了。我没有，我留了一扇门在那里。哦，那我把这个蜘蛛网拆过去。还可以这样乱拆哦，这么爽哦。对啊，但是只有限第一二波，因为第一二波是单出而已，然后到第三波的时候会两边都出，所以第三波就没办法这么做了。第三波要赚够钱就对了。对，第三波的话就是两边都要守人了。好了，我没钱钱了。你没钱钱，我早就没钱钱了。哎、这一次有五波哎、欸，比上一次多一波。哎。哇、欸哦，有，开始射了，开始射了。我之前一个人玩的时候啊，他大概都是打一关就跳出去、欸，那是选到什么模式？打一关就跳出去，不太可能吧？打一波而已。不是打一波，就是这一波就是不停的出，不停的出。对啊。停下来过。就是没有一停下来过，他就一直出，然后看你的分数多少这样。应该是玩到 endless 吧？应该是。没有结局，就是一直不停的打，看你可以打到几关。哦，没有结局的东西哦。那不好，那个每次我都守三波就死了，搞得我都有那个障碍，有没有？我差点要把这款游戏杀掉了。不要这样啊，你麦阿梅啊。搞得我很有障碍。好的，秋哥，你等一下想守哪边？我守这边，我守这边。好，那你那边自己补强一下哦。我已经没东西可以补枪了，没有钱了。你已经没有钱了吗？没错，没有啦。我一毛在哪里看？反正我400块的买不起啊。左下左下。哦，我剩162毛。那你看也好把你这个蜘蛛网拆过去，因为我现在还有，我现在有比较有钱，你可以拆过去。你说什么？画面有挡住一点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有，我调一下。啊，左边那边稍微被切了一点。这样子。不止左边呢，上下都有被切一点。我上下不知道有没有被切啊，左边切比较明显。好了好了，我调了。这样子有没有好一点？这样应该有好一点吧。好了，没问题。不用啊，就这样子了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就这样喽。OK， 就这样。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吧？应该没有被切了吧？哎，这边都没有啊，没出啊。等一下就会出了，不要紧张。哦，出了。不要急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要紧张。兽人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。哎，想出来他们就会出来，不要紧张。哦，有，正在打。哎，我死，必须死。哎、欸，这个喷毒的很好用哎、欸，不错吧？好像很神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就直接消灭，就是直接一喷就死，没剩几，没剩几把没有。对啊，一喷就死。我来支援你了。耶、yeah, ，打完了、嗯，这一波还 OK。那我在这边放姜妈卡。接下来也是一样，左边右边都会有出。哦，剩两波了。雕马卡，我好像放雕卡，我卖掉一个雕马卡好了，不然我买不起其他的。我一再放一个，哦，有了，好了，我又花完了，钱又花完了。你怎么可以放这么多啊？我们赚的钱有差别吗？为什么我放两下就没了？我应该是没有差吧、啊，因为我杀我的怪跟你杀你的怪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了。杀的怪越多，还是那一把武器打到会越多血？反正没有杀，没有吗？陷阱会看主人，如果不是19放了陷阱打死兽人的话，会他赚钱，你赚不到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我们来开始了。哎、欸，我帮你偷放一枪。
谢谢。因为我这边还很空虚，然后来了，我的来了。哦，陷阱是看主人的、哦。因为我花钱买它干嘛？所以那个陷阱很好用哎、欸。你说特群那个吗？对啊。真的北白，可以看一下北白，好用。所以我的蜘蛛网只是辅助功能，不会杀怪，是不是？它就是拉变脉嘛，你可以就再次拉变脉的把它杀掉。哎、欸，这次有一个恶心的东西。哦、oh, ，对，打他的时候他会变成，他会分两只，有那个有好像有怪掉到下面去哦。啊，小心，掉到这个小心，他因为他从后面钻过来、啊。好了，我打爆他了。爆了，兽人在我面前爆炸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这个哪一个？这个就是可以让它变成冰块，暂时冰冻不住，冰冻住不能动、哦。这么好用哦！就是、这么神奇哦、啊！我现在应该只带一个武器就好了，我下一次决定了。如此神奇！哎、欸，这里的天花板都放不了了、哦，因为天花板太远的话就放不到了。我还可以再放一个，来放你的天花板。你可以放野天花板，哎、欸，你那边可以放天花板吗？我这里已经放到很外面了。你都放天花板哦。因为我的平常的只有那个啊，只有黏人和缓速的。那你可以放缓速啊，这样它可以就是比较走比较慢啊。放，好了，没钱了。等我一下，把你们打回去。这个不要好了。噔噔噔。哦，十九这边的防御好惊人哦！因为我比较弱吧，我比较弱。你骗人！我真的比较弱，每次手，我手这边有时候常常手不动音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波结束就 over 了，所以这结束就 over。怪物很多，这一波的怪物很多。哦，会特别多就对了。打死你！我下一次改带一支武器好了，把那个装备多一点。塔防游戏，对啊，这是第三人称塔防游戏。是不是有兽人在下面？好了，解决了。兽人居然跑到下面去，必须死！我觉得这一把枪会那个啦，会把他们打下去。因为你是轰炸型的。对啊，所以有一点。我该结束了。哎、欸、耶， yeah, 结束了！噔噔噔。我们又拿到骷髅头，加两个 ，ready。嗯，所以我要到第三关了。第三关，我好像从来没来过第三关呢、欸。第三关的话，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有桥，哎、欸，就是这个桥。这个桥是什么样？这个桥呢，就是他水杨还蛮喜欢这个桥的，因为这个桥可以把兽人弹到那个下面的虚空去。哦，直接打下去就不用再打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好像很弹簧超棒。对，水杨之前他都守在这座桥上面，然后就是把兽人都推下去就好了。呵呵。哦。水杨上，专业推，专业推兽人。我想问那个 F 开头的那一个。F 开头很像那个魔法砖的那个是什么？1200块的，1200块魔法砖，这个、啊、好用吗？1200块好用吗？感觉不好用，太贵了。我看一下哦，你是说那个，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。对啊，好用吗？我看一下它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哦，它是嗯。